前女子组合 Freeze 成员，今年41岁嘅陈乐瑶，3年前同结婚9年嘅当劳离婚，去年喺一次朋友聚会中，佢结识咗天堂鸟成员葉泓聲。虽然两人相差6岁，但就一撻即着。之后更情侣档喺大坑开设咖啡店。去年9月，已育有一女嘅陈乐瑶再为葉泓聲诞下女儿 Gia， 一家四口十分温馨。日前下午，东周刊就发现着上松身衫、挺住巨肚嘅陈乐瑶带住大女驾车前往大坑。泊好车后，两母女就行去附近嘅咖啡店。由于陈乐瑶而家粗身大细，大女为免妈咪要踎低，于是主动攞住门匙负责开舖，认真乖巧，亦都证明陈乐瑶教女有道。叶泓聲大可放心在外面搏殺，一家五口靠晒你啦。